带你去见小哥哥啦。我叫邵正，不想沉浸在单身的生活中了。今天帮你安排了一个小姐姐哦，她非常的可爱。你安排的我都喜欢。Hello， 小哥哥。Hello， 小姐姐，我的名字叫邵正，有一个正，所以说我长得也比较正。你还挺幽默。你希望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？我见到你的时候，那应该就是美好的爱情了。哎，你好会聊啊。你是想做女强人好，还是全职太太好？我什么都不想做，如果你长得足够帅的话，我只想做你的小宝贝。我确实很帅，你也可以叫我小宝贝。如果你长得非常丑的话，你会去整容吗？我当然不会丑，我现在的颜值足够了。你想吗？我当然不会去整容了，因为我对我自己足够好。那我很期待哦。好呀，我们一会儿见。接下来要去找男生了，开不开心？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去见他，然后加快的找他了。赶紧戴上啊，把面具摘下来。可爱的地方是哪里？我最可爱的，我哪里都可爱。我现在就想知道那个小姐姐到底有多可爱。在哪儿呢？我不能告诉你，找不到了。声音、长相还有身材都好。有内在了吗？有内在，加上我，然后了解一下。对对对。你喜欢干什么？喜欢打打游戏，然后跑跑步之类的了。王者荣耀。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？当然女朋友重要了，游戏可以丢，但是女朋友不能丢啊，女朋友就一个。那你说明你对游戏还不是真爱呀？那我对你是真爱啊。涵涵，你见到他第一眼什么感觉？跟答疑的时候感觉蛮像的吧，阳光的那种小男孩。其实见到你特别紧张，我都不敢说话。有没有很成就感？这种男生掌握在手中。这颜色好可怕，感觉以后的家庭地位。有。种动漫人物，形容一下对方。孙悟空。白骨精。孙悟空。拿白骨精。行，那以后你就小了。如果有十颗星，你给小姐姐打几颗？九颗吧。颜值啊，什么都高的，性格挺好的，就比较喜欢的。我就喜欢这么暴躁的。他就点五颗，剩下五颗我想参考一下。参考考察。那有的时候太会撩太皮了，我就是不怕降不住。降不住你还降不住。接下来是我们游戏环节咯，打脸器输了要接受惩罚哦。3、2、1。那打他。我想拿这个再拍拍他的脸上。好开心啊。那因为涵涵输了，所以要接受惩罚了。可以信吗？行，互相给对方罚罚吧，怎么样？来，3、2、1。痛吗？痛吗？就我是想着就是快速吧，让你减少点痛。看来你是为我好。对对对，我是为我好。现在两位背对着我数三个数，如果你想跟对方继续发展的话，就转身。3、2、1。抓狂，坐落在桌上，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。怎么说的那么慢呀？你不要更帅的回眸吗？现在两位都转身了，我们有一个终极挑战，拥抱30秒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你也还害羞。一会儿我要带他去见我妈的。然后呢？有点夸张了。你要加油。